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实况上次一万个元，先跳开。那在上一集嘛，在上一集的地图档就是录制的时候就出现了纰漏，然后所以这次我们开这个地图，这个一万个元是就是已经是正常的进度了。然后在上一集从丛林岛那边拿回来可可豆，然后我就在这边种了一下。然后这些羊妹妹我也把它引过来，然后围成栅栏，把它们围起来。然后小猪嘛，在丛林岛那边的三人换了那个小猪蛋，然后也把它给放出来了。哦，这些羊妹妹好开心的样子哦。然后这些鸡原本就是有了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嘛要干什么诶？就是当然是就去往那座废墟的空岛去那边探险哦。然后其实这有一点不一样的，就是跟上次有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的这个铁针，就在修复这把E-Shoot剑的时候就已经爆了。因为铁针这种东西算是一种消耗品，你在就是它一直修东西的话，它也是会就是坏掉的。然后我们好就先，我没有船诶，上次消耗的太多了。我们这次就先准备来那个。准备要去那边空岛，然后火把嘛，我看一下哦，火把应该是够的。那有的没的，什么东西？哦，又有苦一怕，嘶嘶嘶的声音，就苦一怕那个受伤了。OK， 而且我在那时候看到，好像他没有那个，就是好像他没有那个，就是也一样没有水流，所以我们还是得多带一点东西，木材啊、石头、石砖、阶梯的话就 OK。应该 OK 了。OK， 那我们就往那边的出发。话说我的吊盖已经快爆了，从那个玩这张地图的时候就一直穿着它，穿着那个吊盖在冒险。羊妹妹掉下来两只。OK， 就是那边大家有看到吧？这次的地图档跑比较快一点。这座废墟的空岛，就都是废墟的空岛。然后我们就大概从蘑菇，又爆了。我们就是从那个这个座蘑菇岛这边，然后这样扑过去。这边的话，我可能会快装剪掉吧。OK， 那我们就从这边已经到这边了，那我们就从这边上去吧。因为上面好像有一些铁矿，我们也顺便来挖一下。至于路嘛，我就直接扑鹅卵石上去。在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其实在就是上次的录制的失败之后嘛，我这次已经学乖了。怎么学乖呢？反正就是在实况之前先把那地图挡再备份一次，免得又再像是一样一直录永远的暂停，那就有点心情很呕。OK， 那我们到这边有铁矿，然后来挖一下疾风之镐的话，在这里。 OK，疾风之镐效益管就是还不错的。然后这样子继续。这边铁矿还蛮多的哦。而且里面好黑哦。不管，那我们就先从这边上去好了，一样从这边。OK， 来。上面感觉就是已经准备要到上面来了。然后废墟出现，一切都是废墟。废墟。然后这个就似曾相识了，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吧？怎么泥土？为什么都是泥土？这个是中介祭坛，而且这个中介祭坛并不完善中介祭坛的话，它中间它少四个中介之眼。我记得中介之眼好像在那个，就是在丛林岛那边的时候有那个有三人可以换，所以是要拿金锭去换那中介之眼哦。然后我们一开始来这座岛嘛，就一开始来找它的成就物品在哪里。房子里面会不会有东西？不过它房子里面都是那个房子。OK， 在这边这个没有，
那为了避免生怪嘛，一样就是搞规矩，要给他插火把，拆根火把大概一个房子里面就不会有怪了。这边也是给他多插一点。欸，可是，好，就先这样吧。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这个欸？喂，没有。OK， 那这里欸？哦。没有，不过这个房子也蛮奇怪的，有房子可是它没有门。那以前住这边的人要怎么进去没 ？OK， 那这里也没有，楼上看一下都没有。OK， 嘿，这边也没有。哦，我家壁虎在叫，不管它。哎，这边。没有，都没有。哎，这个牌，哎，感觉就有点可疑。哦，没有东西，好吧。继续来看一下，哎，不过他刚刚那边走出去外面看的话，好像是在，哦，这边，哦，没有东西耶，他只是个互通而已。那来继续这边，没有。不过这感觉好像一个很大的城堡迷宫之类的。哦，找到箱子了，这么轻松。哦，击退 X， 把怪物像球一样打飞吧。这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拿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包会满的。哦耶，啊，我忘记清包了，而且我要把种子留在身上，有没有搞错？啊，这些鸡蛋就拿来摔了啊。骨粉，哎，骨粉就不用，哎，七个铁矿。刚刚挖的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，应该不至于说爆整个包包都爆了吧 ？OK， 这边没有东西哦，这边有个下面有个 ，OK， 那我们哎，这个木材就拿来用好了，反正它也那个啊，剩下两个木材给它拿来做成那木棒啊，这样节省空间，继续来拆个火把，然后。上面也给他插根火把，免得他下面生那个又生怪了。OK， 这边也插火把。然后我记得刚刚好像在这边挖一个那个，对，就这边。然后这边有没有箱子？哎，没有。好，那这边哎，这里，哦，这边也插火把，免得他那个生怪。不用一直重复讲，我知道。哎，这里也有一个，好，来看一下。没有，疾风之镐的话，它是铁镐，所以它的耐久度大概也跟铁镐差不多。可能再得多花铁锭。哦，这边有一个箱子。哦，碎石、金锭跟腐肉，腐肉要干嘛？这边给我草干嘛？毒马铃薯要干嘛？毒马铃薯是要干嘛的？草就不用了吧？有没有搞错？这个也，这两把石镐拿出来和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两个，哎，哦，这边那下面会不会有东西啊？来，哎，我的铁镐，这铁镐我拿来用一下吧。哎，我下它下面还有个，哦，这些东西我不拿了，反正都拿过了。草的话，我不知道可以拿来干嘛，哎，它该不会要用草来换东西吧？然后这边也有那个。没有，这边没有那个 ，OK， 什么声音？我刚才好像听到酷弓箭手的声音，哎，有酷弓箭手的声音，在哪里？我得小心一点。哎，不用小心啊，我身上有这把神剑，我怕屁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哦，肚子饿，先吃面包。而且我已经换滑鼠了，所以滑鼠不会再像上次一样秀逗怪。耶、yeah, ，神剑一击必杀，是哟、哦。哎，我火把在这里。OK， 那我们哎这边的话，火把快用完了，不过蜘蛛岛大部分房子也快探险完毕了。OK，
月亮，然后太阳已经准备快下山了，哦，差点掉下去。没关系，我这边已经有准备，事先准备好。哦，这边也有个那个，这边我有来过吗？有来过，我有插那个火把，不过它里面没有，没有东西，好吧。我让我上去。至于，会不会大部分都已经探险完毕了？那会不会在？我这边也是黑的，小心一点啊。OK， 那大概有个，这边也差不多看过了。这边也，这边有吗？这个好像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没有看过。好，那我们的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在这边先睡个觉？可是我又没那个，我没有船，没有床，没有床的话怎么办？也没有羊毛。OK， 我也不想开作弊，拿什么木炭出来了。好吧，既然要探险就探险到底吧，反正身上有这把神剑，他可能，等一下我是不是调？我是普通，刚刚有遇到酷弓箭手，我在干嘛？他会不会东西在就放在那个这个这那这座岛的最高处啊？反正就来看一下好了。喂，小心小心！妈妈，开始变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没有东西。好，这是什么？青苔石。两个青苔石，不寻常。还有，等一下，有怪的声音出现，怪开始出现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身上没有那个木炭的，原木也没有。对了，可以顺便来测试一下这把那个这个小木棒，就是可以丢人这个木棒，就是击退克斯这个木那个棒球。它上面写棒球棍，还蛮好笑的，来试试看。超屌超帅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帅哦。不过怪有点多怪。怎样？还有怪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没了。我想这应该可以增加影片的效果吧？怎么办？而且这个木棒的，吉泰克斯管的碎哦。天啊！好多怪，超多怪的。不过，我先把这把一 shoot 剑给它消耗掉好了，因为大概，等一下，还有酷弓箭手。天啊！有没有搞错一大堆？十场我就拿来丢，等一下，10场我就拿来丢了，这已经没有用了。这边有一只 Enderman 的话，我也来杀他哦。他怎么知？他知道我要打他哦？他知道我要打他吗？不然我刚明明没有看到他，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冲过来？天啊，超恐怖的！好吧，怎么办？没有火把，有怪了！要探索一座岛的话，20几根火把应该是不够的。好吧，那怎么办？那只好继续。这边还有怪，拜拜！超强超帅的击退 X！这只，他怎么知道我要打他？还蛮奇怪的，为什么他知道我要打他？
在哪里？一直有声音，好恐怖！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，不行，我不敢这样直接贸然挖东西，只好先在这边战斗到天亮。哦，天啊天啊，这里死吧，臭人得命！哦，这边有一只苦力怕，你走开！哦，喂，我天啊，我不能让苦力怕在这里爆炸。如果他在这里爆炸或炸到成就物品的话，我就很头大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得再从那个记录档再重新玩一次，非常麻烦。还有那边有怪，来几个我杀几个。月亮位置在哪里？还在正上方，代表还有五分钟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边战斗个五分钟之后再，为什么我会说五分钟呢？因为麦克弗世界里面是十分钟白天，十分钟晚上，所以可以看月亮跟太阳位置，大概知道那个多久时间才那个它的那个就是会转变。就它在正上方嘛，代表已经过了五分钟了，应该吧 ？OK， 那我身上的东西还是好多哦，怎么办？我舍不得把它给用掉哎，没办法，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所谓的，我比较爱惜东西啊。泥土的话还有，碎石我也不知道，这弓箭手在上面怎么办？那边好多僵尸哦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僵尸一大堆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是等一下，苦力怕在这里。怎样？那边好多怪哦，超多怪的。怎么办？等一下，退后。等一下，这边有怪。等一下，哇！又有。村民僵尸。天啊！怎么还有？又有了。超刺激的。有。这边有怪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听到地狱水母声音？不会跟我说地狱水母飞在这边吧？飞在这边就有点太 over 了。等一下，月亮在哪里？赶快天亮了好不好？气死人了。这边也有。天啊，怎么办？这边难道上面有怪吗？还是什么？里面有怪吗？不会跟我说里面有怪吧？没有，很好。Big， 刚打他居然不会退后。太阳出来了，睡哦。那边有鬼怕，怎么办？天啊！听声音位置好像……该不会是在这洞里面吧？没有。OK， 太阳快出来！在充满怪味的小岛上面看夕阳的日出，就是不是看日出嘛？感觉好像是最后一次的临死前的那个。这边还有那个，别跟我说这边有怪。没有，这边没有怪。这边大概都看过了，至于怎么办？日出，快点日出好不好？弟弟，太阳弟弟，快点出日出！这边会不会有怪？没有。超恐怖的！什么声音？蜘蛛在哪里？哪里？
我看得到。哦，等一下，郑阿姨。哦，你躲在屋檐下面干嘛？哦，哦，哦，等一下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有怪，给我下去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把弓我捡不起来了。啊，我草直接拿来丢掉啊！我要草干嘛？哦，刚好身上有三把剑，三支剑，来当个神射手好了。哦，下面有那个，我就是直接，哎，会，哦，碎呀、啊！哎，那边有那个酷弓箭手，来射！哎，我怎么射歪了？哎，为什么？我准度有那么差吗？哦，这边还有剑。喂，喂，哎，为什么这个准度那么低呀、啊？哦，这边还有怪。哦，我跑觉得我不不我一 shoot 的剑已经爆了。我想怪应该是哦，等一下哦，你走开。哦好，别跟我说还有怪，我现在身上有一把那个，给我走开！我身上有一个我身上有那个杀人利器半球棍哦，看你们还能拿我怎样？拜拜！哦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哎，喂，等一下，哦天啊天啊，各位观众。这叫所谓四面楚歌哦！等一下，这只他想要哦，这只那个他想要那个哎，他想要跟我当朋友。嘿，哎，又有剑啊！哦，他死掉了，哦，好扯哦！哎，那我们哎，对我刚刚挖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啊？这边应该不会有什么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想，哎、欸，从这边从网上看的话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箱子。那我们继续来挖这边的，身上的一大堆东西。这个弓，我就把最后一支箭给射掉。你看，后羿射日，呼，射不到啊，怎么可能射得到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个时候就用这种方式来挖那个、啊。喂，小心。哦，感觉很危险。嗯，等一下，别跟我说，等一下下面也会有一只，上面有一只怪过来哦。哎、欸，有东西哎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箱子？哦，有。哦，还有人这样的啊？我还以为真的没有箱子哎，结果是骗人的。别跟我说，等一下上面来那个哦，又要骗我、哦，哼。OK， 那我们就赶快回去吧。这边泥土给他拿来用一用，这箱子我就不用了，已拿到高级洋方块碎片了。OK， 这边，喂、哦、，OK。下面有怪耶，好烦哦，怎么办？这边的话，哎、欸，喂，喂，这个高度摔下去的话，一定会摔死，我得小心一点。最高处的话，我想说最高处会不会有东西，结果还真的马上挖到箱子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样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太 bug 了？而且木炭在煤炭在这边啊，我要准备做火，我想还刚刚还想说做火把的，结果现在天亮又找到拯救物品，结果木炭就在这边了。然后这把是冠天矛，我记得好像在那个沙子的空岛那边也有那个可以换得到。那冠天矛我给他拿下来，然后我们的
我想一下我们的，这些就刚好给它全部拿来做火把吧。它的下面会不会有东西啊？所以它下面没有东西，那我们就把怎么说呢？把这把弓留在这边。OK， 那我们找到成就物品了，高级钢方块碎片，还有我们一个红色字的物那个道具，就是那个武器之类的。而且也收集到哦两把那个哦，两个木棍，一个是灌天矛，一个是半球棍，还蛮好笑的。OK， 那我们我要在这边结尾吗？会不会突然被打下去啊 ？OK， 那我就这样好了。我的吊嘎破了。你们会觉得我这样子有点娘娘腔的感觉啊？穿这样好像有点娘娘腔好吧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喜欢；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我出片，就按个订阅吧。那我们10000个元下集再见，拜拜。